嘿，该上场了。我大家好，我是苏。是的，今天康师傅加你加年味来到了韩国，为大家加你加年味准备一个不一样的年夜饭。这次准备的是韩式年味饭，开始。嗨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XO， 康师傅加你加年味来到韩国啦。这次加点不一样的，让年味更有新意，也是为了加你加年味加一道韩式年味饭。紫气东来，我喜欢。一会儿送你一车萝卜，锣鼓喧天。所以在这里一定要加上最好吃的酱料，喜从天降。哇，不一样，还是年中旧迎新。新年加点什么？加一点鲜肉。好，大家我们享受。加点年味。新年快乐。